开始很好吃的，就是这个猪的舌头啊。讲给我看，给奶奶来一片，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给他切一片。这个猪舌啊，就是猪身上最好吃的一个部位。来，想要的你们扣个自己。哦，对，奶奶要要要，没事啊。嗯，你吃嘛吃。对，奶奶你吃嘛，没事。这个 QQ 弹弹，这个吃起来最好吃的就是这个猪舌了。这个直播间素材给姐妹，这个猪舌小朋友大人都爱吃。谁一块吃？对，要煮哈，要煮啊，姐姐们一定要煮哈，一定要煮，煮了才可以。对，然后这个猪舌，你们想要的，你们就扣个自己，对，你们就扣个自己。你多吃一点哈，好吃啊，多吃一点，来来啊。也可以。今天你吃饱就好了。对，直播间素材给姐妹，对不对？奶奶也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，给他吃一点也好的。你们觉得给奶奶吃好的，你们扣个自己。煮吗？要煮哈，要煮。对，现在我给你们拿的这个是已经煮好了的，你们看一下，阿姨姐姐们，猪舌哈，猪舌，想要猪舌扣个自己。你们看一下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哈，像这样满满的一盘，你们到外面去买都要你们多少钱，你们知道吗？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，可能要七八十吧，而且这个是腊舌哈，腊舌，阿姨姐姐们，腊舌，煮多少时间？30分钟就好了哈，30分钟就好了，直播。拿一个姐们，30分钟哈，30分钟就好了。然后这个猪舌，你们直播间拿一个姐们哈，人家猪的部位上，这个猪舌是最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不是肥肉，也不是瘦肉，然后它的这个吃起来它是 QQ 弹弹的，直播间拿一个姐们哈 ，QQ 弹弹的。然后最主要的一点，没有抹任何素色，没有抹任何花椒辣椒，直播间拿一个姐们。像这样，咱们卤肉店你们去买。要用水煮，对，用水煮哈，用水煮。以卤肉店你们去买下这一个猪舌，你们可以试一下多少钱啊，姐姐们，你们可以去问一下，最起码收你们70-80块钱一斤哈。这个以前啊，现在卖的是100多，要80块钱一斤，80块钱一斤哦。对呀、啊，对对哈，80块钱一斤，阿姨姐姐们。来，我问一下奶奶，奶奶，你家里面的卖一斤多少钱？一斤80块钱，80块钱，对，80还是8块呀？八十，对，80，对，80，哈，对，80一斤呀、啊，对，8块，对，80一斤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，然后这个人家批发价格都要你们80，正常价一斤要119，因为以前就要卖的这么贵，阿姨姐们哈，然后今天的话就这个样子。你们凡是给阿信点了关注加了粉丝团的哈，点了关注加了粉丝团的这个样子哈，不要你们什么100多那些咱们都不说了哈，来直接改价，要一定要点了关注加了粉丝团的才算，不然我不算的，阿姨姐姐们。今天阿信你也不说了，我说来直播间是算阿姨哥姐姐们，我也说了对不对，小军也说了很多，今天我也要帮助阿信，平时阿信也是卖80的。今天阿信没事，我卖的我都会，我都会把钱补给阿信。今天这样，今天阿信家里面这个猪舌啊，49，我就给你们上车，来全皮打个49。以前卖的是最低价卖的是69。没事，今天我来打了49的，我都给你们69块钱。对，最低价格。没事，奶奶，今天我是帮助这个阿信对。我要帮助他，今天我49，我请他们吃，然后我给阿信补钱，直播间素材给你们，我补给阿信，来全皮打个49，我给你们占一波福利，我请你们吃，也可以。对，今天我请你们吃，直播间素材给你们，来全皮打个49，今天我请你们吃，打了49的我都给你们上车，来，对，来，阿姨姐姐们，全皮扣正49。但是阿姨姐姐们哈，扣了49的一定要给阿信点了关注哈，一定要点了关注。QQ 弹弹，猪身上最好吃的部位就是这个猪舌了。QQ 弹弹的非常非常的好吃，我给你们切一个看一下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，想给你帮我拿一下。嗯，好。对。来，你们想要的全民扣个字49，阿姨姐姐们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的话是没有煮的时候哈。这个是煮出来的时候，而且它这个是真空包装的哈，真空包装的，一斤的话它是有3到4根，因为它这是有大有小的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哈，3到4根，所以数量有限哈，对，数量有限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哈，49哈，来，拼好手速，拼好网速，39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没有哈，就是这样的啊，真空包装的，阿姨姐姐们。
来，我数五秒钟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，来，全屏扣字49，然后我数五秒钟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，这个咱们数量有限，49整整的一斤哈，一两不是二两，更不是半斤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，它是整整的一斤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哈，整整的一斤，买得到有，买不到没有哈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，我数五秒钟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。二一，来，猪舌，白色购物你们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哈，猪舌我已经给你们上车了哈，拼手速，拼网速，手快则有，手慢则无，买得到有，买不到没有、啊。然后拍完我们就把它下架了，直播间算一个买。对，这个是数量有限的哈，对，先到先得，先拍先得，阿姨姐姐们哈，先到先得，先拍先得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哈，就是这个样子的哈，一个就有这么多，相当于一个就。够你们吃一顿了，对，你们平时去饭店里面买这样的一排，这样的一排，卖你们个80-90块钱。但是今天你们在阿信家里面买，你们可以买这样的一斤，然后自己切回去，就这样沾一点辣椒吃啊，小孩子吃的话就这样吃也可以了，非常非常的好吃，对，一顿就很，对，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，口感特别特别的好 ，QQ 弹弹的，非常非常的好吃，来，直播间叔叔阿姨们，只要你们想要的，今天49，小军给你们包邮到家，然后你们给你们包了预分险。49，我一分一毛不舍得，我退给你，你们可以先尝，不好吃你就给我退回来，直接算个门。对对对对，你们可以先尝啊，姐姐们，咱们先尝品质，再试口感，不好了就给我退回来。凡是一斤的话，就差不多就是这么三条。或者三条，对，三到四条，直播间算什么？就是这样的，3到4条，就是这样我们装进去的，然后我们真空打包的直播间，然后用一个这样的一个牛皮纸袋，这样的一个牛皮纸袋，你们看，燕居猪舌就用这样的一个牛皮纸袋给你们包装，给你们发货，就这样的一包我们放进去以后就这样装了一包，就你们收到什么？你们拍了两袋，拍了三袋了，我们就给你们放这样两袋、三袋，直播间出来给你们，你们就拿回去吃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吃记得给阿星一个5星好评，不好。好吃记得给阿星退回来就好了，对，就这样子的哈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，来，下方白色购物袋里面哈，拼手速，拼网速，手快则有，手慢则无，咱们买的道具有，买不到没有，而且这个品质你们可以去问一下，也可以去尝一下，发了哈，昨天拍的全部都已经发货了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哈，全部拍的已经全部都发货了，然后来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上香肠，牛秀阿姨等一下我给你上香肠啊，牛秀阿姨是一个阿信的一个铁粉，她一直关心阿信，有时是不是还给你小朋友买过衣服啊？牛秀阿姨给你小朋友那个是君子兰姐姐，牛夏阿姨也帮助过我很多。对对对，都是帮助过阿信的，像君子兰姐姐和牛夏阿姨都是阿信的铁粉和阿信的家人，跟阿信的妈妈一样对待阿信，就是阿信的家人。以后他们过年了，我要有机会的话，我要亲自到他们那边去玩，带阿信去他们那边去玩，然后他们过来玩也可以。他们来阿信家里面，我还给他们他们要是来这边的话，我要给去山上去买一头牛来招待他们。哇，你们要不要来呀，阿姨姐姐们？对，你们想不想来呀？你们要是来到这边，阿信的家人们，你们要是来到这边的话，我去山上去弄一头牛，阿信他们这边的那种野牛，我来一头，直接来咔嚓了，来请你们吃牛肉。对，来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，下方白色购物袋里面哈，没有多少单的哈，这个是没有多少单的，咱们先到先得哈，先到先得，拼手速，拼网速哈，你们都是猪舌哈，猪舌。阿姨姐姐们，买的道具有，买不到没有哈，价格打了骨折，品质不打折，而且像今天这样的品质哈，这样的品质咱们你们买到就赚到哈，买到就赚到。来，我数五秒钟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，只有最后的几单了哈，没有多少单了，因为你们还在犹犹豫豫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没有就没有了。对，来，阿姨哥姐们，最后几单，然后我们把最后几单删了。我有一个东西想带给阿信和他的小朋友，直播间帅哥们，因为我错过机会了。什么，小娟？表妹，你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没给你，我没说给你，我是给阿信跟小朋友带的。阿信，奶奶，你知道嘞，我已经嫁给他了。什么？你嫁给我哦？对，嫁给你们。不行，直播间的阿哥姐们哈，猪舌还有最后的几单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下方白色购物袋，你们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哈，拼手速，拼网速，手快则有，手慢则无。买得到就有，买不到没有。对，来猪蛇直播间算给买你们猪蛇猪耳朵有吗？拼姐姐猪耳朵没有。真的吗？猪耳朵没有哈，猪耳朵没有。麻辣上麻辣香锅啊、嗯？麻辣香肠，他说的是，嗯，等一下给你们上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我请你们吃。嗯，对，来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，下方白色购物袋你们还要做几单猪舌哈？如果你们还在犹犹豫豫的，那这个没有就没有了。你们看一下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，像这么好的一个品质，你们可以货比三家，你们到哪里去买，你们都买不到这个价格，阿姨姐姐们哈，买到就赚到，价格打了骨折，品质不打折。咱们家里面有老人的呀，有小朋友的呀，有孕妈妈的呀，这个是一定要必备的，因为为什么呢？这个小朋友他不是肥肉也不是瘦肉，小朋友是最喜欢吃的哈，阿姨姐姐们，来我数五秒钟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，这个没有就没有，我数五秒钟咱们就把它下掉了哈，咱们就把它下掉了，因为这个这样的品质真的是不愁卖也不愁销，真的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哈，真真实实的，只不过今天为什么会卖49呢？因为他们要小猪给你们炸了福利哈，小猪给你们炸了福利，以后咱们要卖的是69一斤哈，69的一斤。然后咱们这不是赶上元旦了吗？也是提前给你们炸一波元旦福利，阿姨姐姐们哈，给你们炸一波元旦福利。来，那这个我数五秒钟，咱们就没有了哈，没有就没有了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，买得到有，买不到没有哈。来，我数五秒钟，咱们就下掉链接了哈，下掉链接了。以后等你们吃到了阿信家的这个猪舌，你们到时候再来回购好不好？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，真的，我在这里说千好万好，不如你们自己家里面吃了一顿好，对不对？来，五、四、三，对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已经跟你们给的已经是骨折价格了哈，已经是骨折价格了，你们可以去问一下，也可以去拼，你们到哪里去问，你们都问不到这个这样的一个。对，来猪舌，最后再给你们上，最后五单。对，来只有最后五单，阿姨姐姐们，最后五单，咱们没有就没有了哈，拼手速，拼网速，咱们就不要占库存，秒拍秒付款。今天这个价格你们还在犹犹豫豫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处理得很干净的，搞的是五层干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哈，差不多吧，元旦节不是还有3-4天吗，对不对？一般的话对，4天，对不对？一般的话3-4天就到你们手里了，赶得上的，你们可以去尝一下，阿姨姐姐们，真的应该能赶得上的哈，应该能赶得上的。我们尽量呢明天早上就早一点发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能跑快一点算一点，对不对？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，来下方白色购物袋里面只有最后五单，咱们五单，咱们谁抢到就是谁，谁买的就是谁。以前阿姨他们姐姐他们都是10单10单的拍的，因为他们说这个真的很好吃，但是数量有限，这个的话是数量有限的哈，阿姨姐姐们，他这个是数量有限的。那这个我数五秒钟咱们就下掉了哈，来五单没事，我把它留起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这个就先过掉了哈，阿姨姐姐们，这个就先过掉了，买得到有，买不到没有了哈，买得到就有，买不到没有了哈。卡了，没有卡呀，没有卡，没有卡哈，没有卡。赚你了，已经卡你。来，猪猪阿姨跟姐姐们，想要阿信家里面的香肠的 QQZ1， 我看一下有多少猪猪阿姨跟姐姐想吃阿信家里面的香肠的。好了，对对，网络不是很好，阿姨姐姐们，想要香肠的扣个字一，想要香肠的扣个字一，来，想要香肠的叔叔阿姨姐姐们来扣个字一，我给你们炸一包香肠，阿信自己灌的香肠，来，对，你们想要香肠的柜门上面扣个字一，来。有多少个人想要？然后直播间叔叔阿姨姐姐们，刚好现在阿信去家里面拿东西了。然后你们想看我给阿信送礼物的啊？直播间叔叔阿姨们，等一下我给阿信带了个礼物，然后你们应该也都收到了，因为这个礼物是每个人都会收到的，因为你们有可能都收到过了。然后你们想看呀，想看的
扣个子一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人想看的，想看我给阿信带礼物的，扣个子一。不是送给我的吗？哎，你不要说话好不好？我什么送给你？我给阿信带的。哦，我们两个都要结婚了，你都不送给我？什么送给你啊？回来也不送给你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对，过年呀，不公平啊！直播间算吗？你们想看的扣个子一，等一下我给拿，我去拿过来给你们看。什么呀？啊、什么呀？直播间拿一个去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阿信没事。没你的事，你录你的吧。什么？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啊？本来就没他的事呀。什么叫没有他的事啊？你。你不在了。直播间算了吗？对，你们来想看的扣个子一，我看一下有多少哥哥姐想看的。没有人想看，我知道你要送给我，你只是不好意思说。哇。什么送给你？我不好意思说啊，干嘛要送给你呀、啊？真的无理取闹。哎。每天都无理取闹。你才无理取闹。对阿信的家人们，你们要是想看的，来公屏上面扣个子一，我去拿给你们看。本来就是真的呀，关阿信什么事嘛？表姐，你等一下，不要搜，哎、我跟你说。又开始哭，也是关阿信的事。不关他的事。也不关阿信的事，别管，干什么啥子的事来。那个奶奶都知道我跟小菊要结婚了。哎，是小菊。你跟他结婚，晓得不？啥子？我跟他结婚了，哎、你不要说谎。你不同意的。来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，想要广味香肠的来扣个字一。兄弟混的不好呀。想要广味香肠的扣个字一，香肠是广味的，阿姨姐姐们哈，香肠是广味的，你们看一下啊，香肠是广味的。没有参加任何的淀粉，没有抹任何素色，没有抹任何的，没有抹任何的胡椒，就是看面包糠全部都没有加啊，阿姨姐姐们，就用后腿肉和五花肉一起灌成的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哈，广味香肠，大家都看到了，你们看一下直播间的阿姨哥姐，要了麻辣的，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拜拜拜拜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广味香肠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哈，这个就是广味香肠，这个广味它就是不辣的哈，七分瘦肉，三分肥肉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。对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这个广味啊，你们看。阿信切出来这么一片，各位同学们，你们看，就是这样的，对，切出来就是这样的，你们收的也是就这样切来吃的。拜拜，阿信，拜拜。哦，好好。好，慢慢走啊。你买的，肠衣贯穿的肠衣，咱们不家里面不是有猪吗？看着猪的时候不是有肠子吗？为什么要去买呀？家里有呀，自己刮一下就好了呀。因为平常阿信都是自己刮的，阿姨姐姐们都是自己刮的，把里面那一层，对，自己刮自己刮的呀，为什么要去买呀？买一米要一块钱呢。小猪小肠子做的吗？对呀，就是猪肚子里面的肠子拿来装灌的呀，阿姨姐姐们。不用去买的呀，不用去买的哈。然后今天这个香肠，直播间的阿姨哥什么哈，今天这个香肠你们可以货比三家，你们可以去尝一下以前买过阿信家的这个广味香肠的，你们知道的对不对？从来都没有卖过，从来都没有人说过哈，哦不，阿信你的广味香肠，哦就有的些就稍微说，哦不，阿信有点肥，因为大家口味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想的话，广味的话要，香肠的话要七分瘦肉，三分肥肉，要带一丢丢的肥才好，对不对？买过好吃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，好吃对吧？对，从来没有说过啊，你的不好吃，除了都是肥瘦的问题，不然的话从来都没有说过不好吃，直播间那位哥姐姐们。然后今天来。什么价格哈，价格给你们打骨折，品质不打折哈。然后今天的话就这个样子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，什么没有现款，我上次在你家买都没有现，把他人都没有现什么吧，什么意思哈。家人们谢谢你们哈，哇，八万的赞赞了，感谢你们。来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，今天这个样子，平常卖的是69一斤哈，这个香肠，因为比起做腊肉做这个香肠才是最麻烦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，今天的话就这样子哈，今天的话就这样子，咱们就什么68什么58咱们不说了，直接改价39.9，阿姨姐姐们哈，来全皮扣赠39.9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哈，什么今天39.9哈，就39.9，直播间的阿姨哥什么39啊，信我都说了，今天是我来帮助你，不是以前不是帮过了嘛，对不对？29、哎、来全皮打个29，
小军，不要帮助他了，什么二十九呀？你让他自己卖。表妹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都二十九了，全部打二十九。不要打二十九，为什么要帮助他呀？一级二十九，整整的一级上二十九。那肯定要把它减掉，不然的话我怎么包装？不要让小军看到你了，我不许让他帮你。什么？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让他走吧，你看吧，一个人都没有扣二十九，对不对？来，全皮打个二十九，来，全皮打个二十九，管味香肠一斤，整整的一斤二十几，来，我们全皮打个二十九。哎呀，不会有人给你扣的，你放心吧。谁会给他扣二十九呀？刚刚都说了，一个人都不会给他扣的，就不人家直播间里面的都是新的家人，人家为什么不扣呀？哼，你就等着看吧，会有人他扣。来，全皮打个二十九，给这个表妹看一下。一个人都不会给他扣，不要给他扣。二十九，来，直播间叔叔阿姨给你们来，我们在座的叔叔阿姨给你们来，我们都打个二十九给表妹看一下，我们到底有，我们到底有，对不对？直播间，我们直播间里面的人到底是多么的同情阿信，多么的支持阿信，对不对？我们既然的，我们不是机器人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真实的人，我们来，我们给他打一个二十九给他看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座的直播间里面的叔叔阿姨跟姐姐都是真实真人，不是机器人。表妹有可能以为我们在座的几百个人都是机器人呀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什么机器人呀？你那说抠就抠，他们只是抠自己，不是买你的东西，抠自己有什么用嘛？反正是你们两个在这里，我看你们的笑话已经看够了，我跟你们两个说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本来就是呀，那抠字谁不会抠嘛？抠一、抠二、抠三、抠四，我也会抠呀，我又不买。你怎么不走啊？怎么还不走啊？我在看你们的笑话呀。来，阿谢二十九，给他上车来。你看，你才是机器人，人家都是人，真人。我把那个价格改一下。那我倒要看一看，我把那个价格改一下哈。有没有人进去？来，让阿信把价格改成二十九，然后你们等一下去抢就好了。我倒要看看二十九有人会买你们的香肠吗？我管你什么事儿呀？到底是刚刚扣字的这么多，我倒要看一下有多少人买了的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就能证明他们是不是机器人就知道了。你放心吧。人家为什么是机器人呀？人家不买是人家不喜欢吃。那人家喜欢吃的，人家肯定要去买。那扣字的不是要买的吗？来，阿姨姐姐们，价格我已经搞好了哈，拼好手速，拼好网速。今天的话就这个样子，就二十九就二十九，我改好了，本来是要卖三十九的，但是小军说就二十九就二十九，对不对？相当于就是给你们补了，正常价格的话补了二十块钱，所以来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，拼好手速，拼好网速，好五单五单的拍，数量有限哈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，来，五四三二一，下方白色购物袋里面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哈。馆外香肠29.9，拼手速拼网速，买的到有，买不到没有哈。一斤的话有一到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六节，直播间那一个。用这样的牛皮纸袋给你们装，各位师妹，你们去干就完了。对，五单五单的拍，相当于今天29.9。它这个馆外香肠不是用的什么鸡肉、鸭肉、泥巴肉，它用的是后腿肉、五花肉一起给你们制作的。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哈，除了一点点的肥，其他如果有任何毛病，你跟我退回来。有麻辣的吗？有麻辣的哈，等一下我给你们炸麻辣的，好不好？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，看吧，我都说了。来，下方白色购物袋里面，咱们如果有条件喜欢吃，咱们可以把它囤货。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哈，一定要囤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馆外香肠29.9，到哪里去买都买不到这个价格哈，到哪里去买都买不到这个价格，你们买到就赚到，真的买到就赚到。村长的香菇还有吗？香菇没有，阿姨姐姐们，香菇没有，因为那个村长上次不是卖给你们了吗？都卖给你们完了呀，没有了呀，对不对？上点麻辣的，可以的哈。这个馆外的拍完了，我就给你们上麻辣的。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，因为馆外的小朋友、老人家是必备的，还有我们的孕妈妈，她是一个必备的。所以你们今天买到就赚到哈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，咱们五单十单的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福利价格，咱们拍的多，咱们就赚的多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喜欢吃，咱们为什么跟钱过不去呢？对不对？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，所以来我数五秒钟，馆味香肠29.9，它是这样的一袋哈，一斤，整整的一斤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，所以你们今天买到就赚到哈，买到就赚到。不是一两，不是二两，它是整整的一斤，五百克。这个价格不相当于送给别人吃了吗？那你送一包给我吗？哎呀，你走开！今天就是请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姐们吃的。
你请他们吃，他们也没人买呀，是不是嘛？刚刚扣子这么多，有人买了吗？人家正在下单，你不要说话好不好？我倒要看看有没有人给你们买，我真的是。来，叔叔阿姨给你们来拍了的，柜门上面打个字，拍了佳琪，来，对哈，你们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到六节哈，五到六节，然后你们买回去，跟我手上的这个不一样，你就跟我退回来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哈，对，来退回来，来直播间叔叔阿姨们，因为我们有直播间里面很多叔叔阿姨姐都是不认识字的，来我们拍了广味香肠的打个字一，我看一下，扣个字一，来叔叔阿姨姐们扣个小一，我看一下，来叔叔阿姨姐们来买了的拍了的打个扣个小一，我看一下有多少叔叔阿姨姐们拍了，我看一下是哪些叔叔阿姨姐们拍了阿信家里面的这个广味香肠，还有白树，还有月美，还有慧姐姐，还有烟火不一样，还有那个什么小琴，还有阿青姐姐，还有阿青姐姐拍了两单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，你们看一下就是这样子的哈，到手就是这个样子的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，来这么便宜，对，姐姐今天小军整整贴了20块钱哈。贴了20块钱，所以咱们5单6单的拍，如果喜欢吃你们看一下哈，因为它这个储存时间它是可以不放在冰箱里面的情况可以储存8个月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哈，好像储没有，天气炎热的，天气比较炎热对不对，然后这两天的话就不会了，因为以前的话它这上面是不是有油，说明它天气热，所以的话那个油就爆出来了对不对，所以不是那个什么有油，不是煮熟一样的哈，然后你们买回去以后温水清洗2遍，冷水下锅煮掉好了，阿姨姐姐们哈，你干嘛呀，这是我儿子的菜，我开个火，我开个火，辣不辣，不会辣的，阿姨姐姐们，这是你干嘛，这是给我儿子留的，我没拿呀，我拿什么了吗，我开个火，烤火、你们看这个糍粑是我给我儿子做的，你干嘛要碰我的糍粑，那个是你儿子吃的吗，小军我给你烤一个，你想不想吃呀，我不想吃，人家这是小孩子的，给小孩子吃的，不辣的哈，阿姨姐姐们，不会辣的，你不要坐我这里，表姐你太过分了，你给小军哥哥吃一点嘛，我去拿，怎么了，没事吧，没事吧，怎么了，没事吧，弄到演戏了吗，表妹你怎么这样啊，你弄到人家的眼睛了，不是，你到底是要干嘛，你不要坐我这里，回去，我坐一下嘛 我给姐姐哥哥烤一个啊，我不吃，你这样子没事吧，你眼睛没事吧，我看一下，我也没有带纸，哎呀没事的，你不用管他，我再带了纸，而且我再带了纸，你快来擦一下来，快擦一下，快擦一下来，快擦一下，不用管他，来擦一下，表妹妹知不知道你差一点把阿信的眼睛给弄瞎了，怎么可能呀，他刚刚都弄到我的头，我都没理他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，我给他道歉了，他刚刚都没给我道歉，哎你这个人没救了，真的，来叔叔阿姨们我们不理他，来我们只管卖阿信的东西就好了，来广味香肠你们没有拍到的，我们拼手速去干就完了，来广味香肠最后十单，最后上个十单我们就不上了，来最后再上十单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，他碰到我眼睛没事的哈，阿姨姐姐们没事，你不要坐我这里，等一下你把我给烧了，你看你烧那么大的火干嘛呀，我烤火呀，我肚子饿了怎么了，我烤一个香肠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碰我的香肠，放进火里面烤了吃好吃的，还有我吃一个嘛，你要把我烧了吗，对不对，我烧你干嘛，小舅哥在我怎么会烧你呢，小舅哥不在我才会，你以为你这样烧了我这个火才是天上掉下来的吗，对呀、啊、你这个火每天你们有没有看到过，阿姨姐姐们，我在上面捡火柴的时候他在那里干嘛、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我直播，我有一次跟你们直播过对不对，帮你啊，你帮我了吗，对啊他们都看到了，我帮你呢，我帮你啊，直播间帅哥们你们有没有看见过阿信去水里面去捡那个水柴呀、你以为你像这样烧了我都可以要找一天了，你一天有时候都找不到好吧，你去河里干嘛嘛，每天去那个河里面我看着你就烦，那个河还天天去河里面捡不烧干嘛嘛，又不是我捡的，我想烧就烧，这个火是拿来秋腊肉的，阿姨姐姐们要慢慢的秋，没有想到他谁让他放那么大加那么多的柴嘛，我帮你秋一下，他是我的表妹，阿姨姐姐们我帮你秋一下怎么了，我帮你还不好吗，对你是来这里跟我蹭流量的吗，我又不直播我蹭什么流量，
那你来这里干嘛？我直播的话，他们还不来看你呢，你信不信？我马上开个直播，他们都来我直播间了。那你开呀，你自己到家里面去开直播啊。我没那么多时间，我没空。真的是烦死了！你再这样，我真的要叫村长了。叫村长，叫村长，一天叫村长。你跟村长有一腿吗？不是，你不要这样说话好不好？你说话很气人耶，真的。对，不要影响哈。不跟他说话，我们说了起不走，大佛一样，姐姐们。哎，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我是你说了算的吗？来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哈，下方百色购物袋里面哈，广味香肠哈，广味香肠，拼手速拼网速，这个我已经把那个库存给踢掉了，29.9。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哈，你们看一下像这个样子的哈，这个样子的，你们买回去拿来温水清洗两遍，冷水下锅煮，拿来切片吃，拿来炒菜吃，对，今年做的哈。11月份做的，然后要这个样样的话，你要把我烧了吗？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你不要这样子，表妹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小心的。哦，你吃点哥。妈妈，给你吃吧。这你不要把人家的小军就给你不吃了。这是给我儿子吃的。是人家小孩子的。小军这样吧，这个本来是要给你吃的，但是已经这样了，这个就咱们就给表姐吃好不好？阿信肚子也饿了，给他吃一口吧。你不要这样，这个已经不能吃了，已经烧坏了。哎，可以吃的，可以吃的，你们看这个可以吃的吧？阿猫，你不要这样。来来来，表姐，我问你吧，你看这个很好吃的，看，对不对？来吃。啊，你走开，吃一口嘛。没事。来来来，这个黑的好吃。阿猫，哎呀，真的是太过分了，我跟你讲。对，这个猪是我自己家里面的，阿姨姐姐们，这个猪是我自己家里面喂养的，你们可以点进去阿星的主页，你们去看一下阿星这有没有猪，就是喂猪的视频啊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直播间的阿姨哥姐姐们。来，下方白色购物袋里面哈，下方白色购物袋里面，我数3秒钟，只有最后的十单哈，就只有最后的十单，咱们自己秒拍付款哈，秒拍秒付款，阿姨姐姐们，买得到就有，买不到就没有哈。来，我数5秒钟，直播间阿姨哥姐们，来。5、4、3、2、1，下方白色购物袋里面，广味香肠，阿姨姐姐们，29.9，整整的一斤哈，一斤，因为这个一斤就有这么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5到6节，阿姨姐姐们，然后你们买回去，这个的话没有用什么淋巴肉、后腿五花肉，就是用的那个鸡肉鸭肉的，他用的是后腿肉和五花肉一起制作的，因为做起这个香肠，他们还要去皮，对不对？对，羡慕嫉妒，小军，对他就是天天这个样子，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，阿姨姐姐们。我什么样子呀？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。你看吧，你说了半天了，有人买你的虾肠了吗？他们扣子也不买的，我说了吧，机器人一样的。你不要这样子，表妹，你这样说话的话真的很气人耶。本来就是机器人一样的呀。你先吃你的东西吧。怎么吃呀？给别人吃吧，吃吧。给你吃呀，我给你亲手为你，我亲手为你烤的，你不吃吗？小军，你看我对表姐好吧，这个里面熟了的又给超好吃。你这个都不能吃了，你看这个都烤坏了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可以吃的。你还是回去吧。哎，你吃一口嘛，没事的，这个很好吃的，你不信吗？你怎么不吃呀？哎，这个烤坏了，小军哥不能吃了，你吃吧。你走开，真的是。哎，你吃嘛，这个很好吃的。走开。我不走。你不要这样子，你这样子真的很气人的。小军，你要吗？这个坏了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，你这样让我很讨厌你。越来越喜欢我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这样子。阿妈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，没事哈，我会注意的，我会注意的，没事，我会注意的，阿姨姐姐们，来，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下方白色购物袋里面广味香肠，来，我们不要跟他说话了，跟他说话，等一下我要就是。心脏病要那个了哈，不要跟他说话了，说的我要气的气晕了，阿姨姐姐们要气晕了，所以我们不要跟他说话了哈。对，我们来，我数5秒钟，20，我们不是要你，兔子吗？是，你不是个假，你个神经病你。我们不是留着他让他走，他不愿意。阿
吗？你走走走走。哦，我先吃一个再走，我吃一个我还没吃。听我们的吃，你大家可就不要吃你。行，听我们的吃什么的跟这些，我们的吃什么的，天天拿什么去给我们家乡干些啥？我让你不要杀了、啊！你干嘛？阿妈，烫死我了。你要把现在房子都收了？我不是让我要家里烧这么多的钱吗？我烧一个火，你连一个柴火都不舍得烧吗？那你为什么不去捡呀？烫死我了！走走走走，你不要站过去了。我还没吃饭呢。表妹，你这样的话会把人家的房子都收了的。关你什么？哦，小鸡小鸡，嗯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平常说话说习惯了。我真的要。你吃一下，你吃。直播间叔叔阿哥们，真的这个表妹真的非常的气人，烧那么大一把火，把万一把人家阿星的房子不要烧了，万一把人家的房子烧了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真的是，你好好说还不听。夏姐姐啊、我跟你发个消息，你等一下联系一下我，因为我在这里直播，我现在就不好，你要给我恢复，我才能。我才能恢复你，因为你要恢复我才可以啊，姐姐们，你们看，这样子的，来，你们看，不要咬我哈，走开，真的是，放开，不然我咬死你，我跟你说，太过分了，真的是烦死了，不正常，对他不正常的，不要跟他说话。来，那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，广味香肠哈，广味香肠还有最后的十单哈，就只有最后的十单了。这个广味香肠的话哈，你们买回去以后，咱们可以温水清洗两遍，冷水下锅煮，煮了30分左右，咱们拿来切片吃，也可以拿来蒸来吃，是晒太阳的吗？对，晒太阳的，阿姨姐姐们哈，晒太阳的，买得到有，买不到没有哈，没有一点点的烟味的，这个的话，月子姐姐，它这个是没有一点点的烟味的，买得到就有，买不到没有，而且它这个是微甜微甜的，什么糖糖糕、鸭鸭糕的那些都可以吃的，阿姨姐姐们哈，来，还有最后的十单，阿姨姐姐们。辣吗？不是辣的哈，红苹果姐姐，这个是广味的哈，广味香肠9单，只有9单啦！来，朋友们，只有9单了，只有最后的9单了。哎，别卖了，走开！哎，你们两个不要这样好不好？看吧，他暴露本性了吧？真的是烦死了，我根本就直不了播。他装够了，知道没有？他平时都是我发不了好拍了，你等没有烟味的。别卖了，别卖了，那酒单你不要碰我好不好？那酒单等一下送给我吃吧。真的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无理取闹的人。阿姨姐姐们，这个就是广味的，因为今天没有出太阳，所以我就把它挂在这里哈。小军哥哥吃一口吧。小军，你看干嘛？你最好不要看到我了，我跟你讲。小军吃一口吧，小军。有本事你烫到我一个试一下，人家这是人家小孩子的。小军吃一口吧，小军吃一口吧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？我给小军哥哥吃的呀。不是你这样，你烫到人家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来，我帮你。对，这个是没有烟味的哈，阿姨姐姐们，这个是没有烟味的。不是你让开。你吃干嘛呀？你不要。我不吃你的东西，你人家，我们为什么要吃他的东西呀？好吗？我要疯掉了，阿姨姐姐们。给你吃吧。你不要这样子。你这样你影响到人家了。好吧，好吧。你。还不你请你们两个，哎呀真的他全是油，我真的要疯掉了，阿姨姐姐们，我也是真的疯掉了。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女人是不是有点问题？你才有问题呢，我对小军哥哥都好。来，小军给你加一点，来，我给你喂一个，你让开，我要再烤一个给我小军哥哥吃。什么我才不吃的东西，你这个东西来烧了，这个东西我直接把它烧掉、烧掉，我们才不吃它的东西。活该你。我那个很好吃的。来，直播间的阿姨哥姐们，还有最后的3单，没有就没有了哈，咱们不理他们了哈。说的我等一下我这里哈，这里等一下就这样子了啊，真的是。阿姨，你这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。这里没事吧？我对看着我直播很累，对不对？你这里没事吧？没事，你不要碰他嘛！哎，什么？我哪里碰他？不是，我真的脑子这里嗡嗡嗡的，这里有住了一窝蜂蜜一样的阿姨姐姐们。
住了一窝蜂蜜一样，嗡嗡嗡的。怎么会呢？你怎么了？你身体不好吗？我真的要疯掉了，真的要疯掉了，阿姨姐姐们，她是我的表妹哈，她是我的表妹。你要吃吗？我要是打中了呢，她爸爸妈妈来找我。我爸妈，我快结婚了，你还打我？我要是不打她呢，你们也看到了这个样子的。对，为什么每次直播，因为他们一看准我在直播就来闹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你不让我来，我叫人来，我跟你说。平常那些人都是你叫的。我为什么要承认呢？我。才不是我嘞，反正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是羡慕嫉妒恨，还是不知道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。阿姨姐姐们能不能跟我捋一下？你不让我来，他们以为我在这里直播我是富有了的意思，还是什么意思呀？你不让我来的话，我每天都会纠缠着你，好不好？你不让我来，我就叫人来。我不来就是别人来。你，我跟你说嘛，反正你别想过好一天的日子。不是，我到底是喝你的血了，还是吃你的肉了？你把小猪哥给我呀。给你了，那你给你嘛。小猪哥现在不在，你给你嘛。你给我。我给你嘛。你给我也不能给。我现在。对，就是羡慕嫉妒我，对吧？但是我有什么可羡慕的呢？我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，阿姨姐姐们，照一下他，我照了，看。我请他，我已经请了无数次了。表妹、啊、是不是那个什么说什么没大王那个，是不是他叫过来的？他的大哥、啊、他的大哥、啊、我大哥呀，怎么了？不是那个，居然那个说什么没大王是他的大哥。对呀、啊、我大哥呀。上次我的眼睛这里不是出现了那个红疹子吗、哎、就是他们两个弄的。他们两个弄的。没有，我跟他。你们有没有见过他的大哥那个说没大王见过的 QQ 之一？没有。那个居然是他的大哥。居然什么样的大哥就是什么样的妹妹。什么？那是我大哥，你不要说我大哥。我大哥，你大哥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？被村长给关进去了。我大哥为了安心好，安心好把我哥搞进去了，怒死你。你不要这样子。我才来纠缠他的，你不知道。居然真的哥家三妹有什么样的哥哥就管出什么样的妹妹来。哇，真的是我服你们一家人了。我大哥把他介绍给别人，你就是我的了。哎，你原来你是这样子想的、哦、你想，你真的想多了，表妹。哎呀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两个不是一见钟情吗？什么我们一见钟情呀，你